这里怎么会有一个老鼠架？因为总有老鼠到处乱窜。盼儿，顾荒城，顾千帆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想跟盼儿说几句话。哟，仗着脸熟来讨花园宴的帖子呗？我告诉你，没戏。盼儿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解释。 你的东西拿走。盼儿，招娣，送客。盼儿，盼儿，顾皇城，请。不好意思啊，弄湿了您的衣服，但是我真的以为这是贼。 这招还是跟陈莲学的，她说有水迹，才能找到贼的去向。我刚才看到盼儿好像很憔悴，是不是最近在忙永安楼的事情，很辛苦？顾皇城，您觉得您现在还有资格关心盼儿姐吗？行了，招娣，你别说了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